回来干什么？在外边混不下去了。又喝多了吧，郑岩？动作慢了。我跟他说，我不是郑岩的女儿，我是个不要脸。你就是欠天大的人情，也是心安理得。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说跑就跑。我离开龙城，走了大半个地球，可最后还是活成了他们的样子。